嘛，要看到这台东早邯郸爷是真出名，即马有喏一部啊，一出这国片，讲要甲这邯郸爷的文化来拍入去这电影内面。即马嘛，这台东的民众是真期待，讲看是毋是会当来借着电影，搁一届来刺激着台东的观光。每集台东拍的国片，阿虎正式回景，主要是咧描写即马渐渐没落的好多。导演郑伦进也是台东人，就为这部电影有五年花。伊讲全球的照片拢伫台东拍的，剧情也阁用伫了台东当年的元宵节文化盛事炮炸邯郸夜，回馈台东。主要是我要诠释着台东人的热情，啊，台东人其实对文化甲好多的结合。台东县的观光饭店这两年人潮减少，即马有剧组要到台东来拍电影，民众拢真欢迎。我看可不可以带动一些观光人潮进来台东？应该对台东整个我们的观光跟能见度会再次提升。台东炮战邯郸夜观光节民俗活动，这几年就无简单转型成观光文化盛事。即马阁有电影从早邯郸来剧情入戏，也阁有知名艺人像吕雪凤、邵翔扮演母仔来描写好多。导演郑伦进讲，这部电影也是伊伫台东成长过程中的内心戏，每年的母亲节奉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